大家好，我是李钟硕。南韩新生代男神李钟硕二度访台，特地秀台语向大家打招呼，还跟主持人现学现卖逗乐粉丝。所以看到粉丝就要说 sweet， 对，然后大家我爱你，대명도올방이에요。李钟硕因为在韩剧《皮诺丘》中演出记者角色，人气爆红，和女主角朴信惠成为新一代的荧幕情侣，剧中深情形象虏获观众的心。不过谈到现实生活中喜欢的女生类型，李钟硕再度提到吸引许久的女神。저는옛날부터이나영한국배우이나영씨를굉장히좋아해요업데이트된이상형뭐딱히업데이트된건없고그냥똑똑한여자가좋아요뭐뭔가특별한똑똑한李钟硕因为外形秀气加上白皙皮肤，过去作品大多主演少年或是可爱型角色。他表示希望未来也能够挑战打斗戏，展现男性魅力。中央记者孙仲达台北采访报道。